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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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没有，现在我们的比分是差不多的啊，兄弟们，现在的比分是差不多的，现在朗格越是一筹，兄弟们把速度加起来，把速度提起来，加油，还有两分钟了，还差4000票，兄弟们还差4000票，用力把这个速度提起来，没来，不要西瓜，只要棒棒糖啊！不要刷其他的，各位朋友，只刷棒棒糖。对，房管们啊，房管们把这个送个大礼物的啊，送大礼物的，大家加一下，到时候扣除，好吧？你不要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各位亲爱的兄弟们，还有30秒了，还有30秒，兄弟们，输赢我们可以输，但是我们不能输气质，尽量输得漂亮一点，好吧？加油，一定赢！算了，已经绝望了，现在绝望了，看来。好，谢谢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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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他赢了，这个差距一下就看出来啊！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我28000，狼哥超了我8000多票，确实不是一个。不是一个段位的呀，他多少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真是感谢大家，谢谢各位朋友们啊的这个支持啊和参与啊，然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再快也就对，也就650个，最多65块钱嘛，因为他这个速率在这里啊，速率在这里呢，这个东西拼的是实际上拼的是面要广。对，人要多、啊、人数多，要比你这个身要是吧，数量的问题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很好啊，很好，我很意外啊，首先这个百万家的大哥大姐们，大家谢谢大家，然后承让啊，承让了、啊、没有没有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有机会再跟百万挑战啊，这个啊，你们所有这个支持的啊，这是任何一个棒棒糖啊，到了年底的时候啊，都会通过平台啊，通过平台，这个把所有的收入都捐献给这个、啊、民政的慈善机构、慈善总会啊，各省的啊，去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这个社会更需要我们帮助的啊，感谢大家啊。然后去年当然我们是通过大家啊，给我包括我自己刷的。争取今年可能没那么多了啊，今年光景不好，而且我今年没怎么好好播啊，多少是个心意，这慈善的这个东西啊，帮助人的东西，先过好自己啊，然后多少我觉得就是个心意啊，这也没别的吧，谢谢大家啊，然后希望我们百万哥啊，百万哥加油呗，我会努力的啊，然后我会努力的，谢谢，重新再来啊，谢谢。等我有100万粉丝的时候，我再挑战朗哥，好吧？这一次其实是有点，就差距还是不大。等我100万粉丝，我再挑战一次朗哥。不是你，是我挑战你。你100万的时候粉丝，我来挑战你，因为我不可能到100万，但你是有可能的，而且你的胜数本来今天也一样，估计时间短呐、啊。跟我讲，没有咱们俩的这个粉丝的这个粉丝的数量覆盖不同，覆盖我这边打比赛很少打，我跟你打应该这是上次跟威廉哥打，今天跟你打，然后还有很多半年前打过一次，我也就一共打了3次，对对对，所以对，所以我们也正常嘛啊，物以稀为贵，我要天天打的话估计也不行啊，因为就这么简单，对。就特别感谢朗哥给我这一次连麦打 PK 的机会，实话实说，可能关注我和朗哥时间长一点的人都知道，这就是不是不存在输赢，真的不重要，主要就是娱乐，也是朗哥拉200万，支持200万，在这里给朗哥鞠一个躬，重来，谢谢朗哥，谢谢朗哥，真心的谢谢朗哥啊，谢谢朗哥给这次机会，谢谢啊，家人们啊，百万的家人们，大家都给朗哥点点关注，
给老哥加个团，可以吗，兄弟们？谢谢谢谢。对，200万无以回报，只能这样，给大哥点点关注。虽然直播间人数比大哥还要少，嗯，麻烦大家了，兄弟们。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嗯，客气。就不给你们这个什么了，我们就这个啊，啊，好，是这个了啊，谢谢大家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南哥辛苦了，给我们的百万点个关注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咱们啊，约好了，等你100万粉丝的时候，咱们接着再打，我来挑战你。嗯，好，争取今年，争取今年第二次，我们再打一局，争取。可以的，嗯，可以的，好，可以的，什么事都有可能的。你看你这一年多，你当年是。我看你的时候才3-4千的粉丝，100倍了，已经一年多的时间。谢谢啊，谢谢加入团的朋友们啊，来自百万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谢谢，对吧？百万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嘛，啊，对对对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介绍一下自己吧，啊，正好啊啊，对对对，谢谢老哥，我是一个拍小视频的，主要是记录小人物。最开始在横店拍的群演，现在回到老家。拍网吧，就是说带大家，这些都是一些属于大家可能生活当中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，大家会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去网吧，为什么会去当群演，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我就以我的小视频带大家去了解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要住在网吧，长期耗在网吧，在网吧里面经历了什么，然后我的想法是把他们带出网吧，然后回到正轨的生活啊！大家喜欢这类视频的，大家可以先看看百万的视频，喜欢的话就麻烦大家给百万一个宝贵的关注啊！也谢谢朗哥给这次机会，谢谢朗哥。嗯，用个开场白来结束咱们今天的这场 PK 友谊 PK 啊！对，今天很开心啊！然后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光。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。